Ambassadors, ladies and gentlemen, hello everyone.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欢迎进入首届 SwissTech 线上创投大赛。我是孟善能，是瑞士联邦政府科技文化中心总裁，瑞士驻上海总领馆科技领事，也是今天的主持人。瑞士科技文化中心在全球有5家，波士顿、旧金山、中国、印度和巴西。我们也隶属于瑞士科技文化网络。我们的使命是展示最好的瑞士，搭建桥梁，创造更佳价值，并连接教育、研究和创新。在此，我非常荣幸能够延续传统，继续在亚洲消费电子展框架下举办的 SwissTech 创投比赛。遗憾的是 ，CES Asia 由于新冠疫情被推迟。作为全球首次亮相，我们今天正式启动了2020 SwissTech 线上创投大赛。话不多说，下面我来介绍两位主旨演讲嘉宾。第一位是 Nicolas Bidot 大使，瑞士国家形象委员会主席。 SwissTech 就是他想出来的主意，很快你们就会明白原因。第二位演讲嘉宾 Gary Shapiro， 亚洲 CES 和拉斯维加斯 CES 幕后关键策划人，最好的 SwissTech 初创企业每年频繁亮相他所组织的顶级消费展。女士们、先生们，下面把时间交给两位。You know Switzerland watches. 大家好，我是 Nicholas， 我是瑞士大使。大家了解瑞士吗？手表、巧克力，当然还有技术科技。瑞士通过 SwissTech 这一品牌，聚焦瑞士最杰出的创新系统。SwissTech 发现最好的瑞士技术，前往全球最好的技术盛会，比如说。在上海的 CES Asia， 瑞士在不断地吸引着人才、投资者和外资企业。我们非常荣幸能够支持 CES Asia 这一初创企业、创业家，还有全球科技公司的盛会，并展示瑞士顶尖创新技术。准备迎接 SwissTech， 你必将看到惊喜，必将被震撼。回头见。从医学进步到远程的办公，技术和创新正在改变这个世界，让我们的世界生活更加美好。而像瑞士这样的国家是这一方面的佼佼者。
Our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Scorecard. 消费者技术协会认可瑞士为创新冠军，这是我们给出的最高荣誉。这是我们全球创新评分卡评定的结果。瑞士拥有前瞻性的政策，培育技术和创新。众所周知，过去的几个月，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坚信，瑞士和其他国家一道，引领创新，促进复苏。我非常的感谢瑞士政府鼎力的支持 CES 和 CES Asia。其实，有29个瑞士初创企业集体亮相于今年年初一月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 CES， 而如今形势突变，我们今年无法再举办 CES Asia， 但是我诚挚地邀请所有的人参加明年一月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 CES。那感谢彼得大使和 Shapiro 你的强势开场。在2019年，我们在 Asia CES Asia 2019年创纪录赢得六项 CES 创新奖之后，今天的 Pitch 呢，只在聚焦突破性的 SwissTech 与位于投资者、导师、专家、潜在的商业伙伴及高度参与的观众参加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合作平台。现在我很高兴地介绍 Venture Lab 的 Jordi Mansura， 他是标志性的 Venture Leaders 项目幕后策划人。这是一个为世界级创新公司、创业公司举办的国际路演，他对初创企业怀有赤子之心，所以我无法想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来主持本次比赛。最后一点，我想说 Zoom 中有一个问答的功能，我们会收集各位的问题，试图尽可能多的回答大家在 Pitch 那中提出的问题。 Julie， 下面就请你。 Thank you， 非常感谢 Rich， 我非常荣幸能够在瑞士参加这一次很有非常有意思的活动。Switzerland, as we've done for many years, and Switz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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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we've done for每一轮我们会选出一个入围者，然后在最后四位入围者会进行介绍，大家会看到一些激动人心的项目，并决定谁能够进入决赛。我非常荣幸给大家介绍今天我们的评判团队评委。打开摄像头。请你们简要的做一个自我介绍。你将会成为我们今晚的评委，你们是扮演着非常挑战性、比较困难的工作，就选优中选优，选择谁能够入围。下面我就请周健开始。微软加速器大中华区、日本、韩国 CEO 周健先生，能不能把摄像头打开一下？You and we look forward to have an introduction on your. 希望能够听到你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James， 你在吗？周先生，你在吗 ？Maybe we can unmute first. 是我们先取消静音。Can you hear me? Yes. 听得到吗？好，太好了。James， 听得很清楚。好，及简要的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James Zhou。微软加速器大中华区日本韩国的 CEO， 我们的愿景是赋权我们所有的组织，星球上所有的组织提供更大的动力。我们希望能够赋权所有的初创企业，让你们成就非凡。我们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创业有欧洲，我们的相应组织regional places I'm in charge. So whenever you 负责中国大中华区，所以你想要进入中国市场或者更广泛的相关地区，我们非常欢迎。好，很感谢 James， 我很高兴你能够做我们的评委。下面一位，这是我们瑞士初创企业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NDIC Fund Management Bin， 国投创新董事总经理。林申先生，好，我也希望你能打开摄像头自我介绍一下。Thanks very much, Jody. 非常感谢 Jody， 我非常荣幸受邀参加今天的活动，
非常感谢你和 SwissTax。我是 SDIC 国投创新的董事总经理，这是最大的国有基金之一。我们聚焦于投资生命科学、物联网、高级先进制造，还有电动车。在过去三四年中，我发现瑞士非常的开放，创新很领先。我在那里看到了很多领先的技术，希望能够把这些创新的技术引入中国，和中国的制造行业紧密的结合起来。所以今天我很期待，很期待看到这些初创企业的优秀表现。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今天晚上你肯定会看到很多的优秀的初创企业和好项目。最后一位评委来自于土华永道中国，陈飞先生，他是中国区事务总监。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普华永道。我想说两件事儿。大家都觉得该永道只为大公司服务，绝对不是这样。其实我们也帮助了很多初创企业。现在我在华永道上海创新中心。去年我们就和 SwissTech 一起举行合作，我们也有一个团队专门帮助初创企业，有来自于瑞士、英国、中国的初创企业，我们希望能够很好的提供帮助。我是本身是一个税务顾问，现在我的主要职责是帮助初创企业更好的成长。我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看到众多的出色的初创企业，非常感谢。三位评委，现在能不能把你们的摄像头关掉？我们就是你要保持在线，专心听，因为现在你们的工作才真正开始。先入第一组，是第一组。我们第一组刚上线，我们很高兴的来。Of course, the five members and the five representatives of this startup. 五位第一组的初创企业代表。你们的视频 if we could welcome Adrian from Ariadne.ai, Mika from Phoenix, Simon from Codename, David from Awake ID, Serban, pitching startups tonight. You know the rule? The rule is 90 seconds. I won't repeat this. 因为我有90秒钟的时间，我就不用再重复了。You just look at the Q&A, and if you have questions, also for the start-up, you can ask your questions in the Q&A. The start-up will answer your questions after the lead. Then the new startup will introduce you to your connection. I think we have our first online, and with these startup companies are already online. I can see one. You can see your videos. I can see one.We have not everyone. The first one being. 都上线了。第一位是 Adrian. I hope you are ready. 90 seconds. 准备好了吗？就是九十秒。And it is if you see. 我们已经设定过规则。如果你看到我，给你看两秒。At that time, as I wish you great pitch and our first presentation for and stream will be yours, Adrian Banner, co-founder of Ariadne.ai.有请。Hello, everybody. I'm Adrian Warner, CEO and founder. 大家好，我叫 Adrian Warner， 我是 Adrian AI， 我是一家公司的 CEO， 但是呢，用人工智能辅助生物医学影像分析的一家公司下一页。那么我们知道啊，现在呢，有很多的人呢患有脑部疾病，并且有超过1000种已知的脑部疾病。但是呢，现在呢却缺乏呢治愈手段，并且呢对症治疗也很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缺乏有效的生物标记物。Nothing comparable exists for brain diseases. Next. 但是脑部呢是缺乏这个有效的生物标记物的。那我们呢有一个方案呢叫 M-Trace， 它是呢基于影像和 AI 技术的全新生物标记，能够比传统的这个细胞清点呢做更好的分析，并且能够来去分析呢神经元的形态，它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并且诠释新的信息，能够适用于任何的影像方式，并且呢，它是完全自动化的，并且呢，能
构呢，这个分析通量呢比普通的病理学家要高出1000多倍。我们的技术呢，已经呢由一些全球的主要的医疗机构在使用。现在呢，我们是希望进行种子轮的这个融资，能够呢服务更多的学术客户、实业客户，还有制药公司和生物科技研发，并且服务于亚洲的病人。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That was very good. 谢谢 Adrian， 这个演讲不错，我期待。并且呢，我想为你点赞。我们现在欢迎第二位演讲人，他的主题是电视技术。Michael， 我们听听你的看法，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My name is Michael. 非常感谢，我叫 Michael Hans， 来自 Vitronics。我们呢是为了解决这个混乱不堪的状况。也就是有很多的研究文献都是关于电池的研究文献。现在问题是在于呢，对于电池的文献搜索来说的话呢，非常耗时，并且也耗钱。对大的公司来说，那很重要的就是在于我们要去跟踪很多的创新，要了解现在的竞争对手在做什么。并且不要进行重复的投入，所以我们在 Vitronics 所做的就是为了来去解决这个混乱不堪的状况。它能够进行自动的分析，分析所有的内容，并且能够建立数据库，并且在最后的一个阶段呢，我们会进行研究的叠加。总的来说，我们能够省50倍的时间，就在搜索方面能够省50倍的时间，并且呢能够省7倍的成本，同时我们也能够给我们的客户很好的竞争优势，进行新的研发的创新。好，我们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就像一个拼图一样，我们会把拼图的一个部分从左边拿到右边的拼图去，比如说右边是个成像的拼图，然后把这两个部分呢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有一个新的研究洞见。那现在在 Vitronics， 我们致力于建设全球第一个关于电池研究数据的数据库。谢谢大家。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好，非常感谢，也非常感谢你的介绍。我实控制的也非常完美。From the batteries, we are entering into another avatar. 我们看第三个公司，它是做这个头像和化身的。那我们邀请科曼公司，代表是 Simon， 有请。好，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呢，跟数字的这个进行互动的理论还是90年代的。那我们主要还是呢进行这个手动的输入，键盘输入。我们认为啊，这个智能的语音系统接下来会发生变化。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能够把人性化的因素引入到这个系统当中。Kotlin 呢，我们能够设计呢 3D 的人形图像，能够呢成为任何的语音助理的前端。Just Talk 的话，就能够跟受众进行更深入的互动。它有情感，它有手势，有面部表情。我们呢，我们是基于云端的解决方案，并且呢，能够嵌入到呢这个 App 和网页。那下面我们可以能看到 Alex。Alex 是我们的一个数字人像，他呢实际上是一个虚拟的健身教练，他能够分析呢你的运动，并且呢能够在 3D 图像当中如何能够来校正你的一些运动。那么这个以前是不可能解决，我们现在的解决方案呢非常的廉价，并且重要的是我们的技术啊能够呢实时的捕捉使用者的反应。我们实际上是有3个人创立的这家公司，那我们的客户呢现在呢也是呢在付费使用我们技术，我们希望能够获得融资，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提供帮助，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快速成长。That was so time was just up. Thank you very much. I was perfect. 时间控制非常好。Soon we 确实呢，这个化身呢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的。好，非常感谢。好，下一个发言人，我们继续啊。
是关于呢这个区块链的技术。David 是 ClearID 公司的代表，好，有请。David founder and 谢谢，我是 David， 是 ClearID 的这个创始人。基本上呢，每年我们能看到呢，全球有2亿美元的损失，由于盗采产生的损失。那到底谁会买这些假货呢？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每一个产品呢，都会有一个 NFC 的标志，都是独一无二的标志。Interaction， 并且呢，每一次的这个互动呢，都会有新的信息记录。另外呢，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呢，都能够记录在我们的区块链上。它是一个分散式的系统，能够保存信息，是非常的安全。它没有办法呢，随意的改动。那么，如果你扫描的话呢，就能够看到这个产品的信息到底是不是真货，并且呢，也能够呢跟其他人进行一个分享。此外呢，这些运动品牌啊，能够直接的推送他们的一些信息。换句话说，他们能够把他们的产品呢变成他们的销售渠道和沟通渠道。那我们呢，其实一开始呢，就是跟运动鞋的行业在合作。现在，我们希望能够呢跟体育用品的更多的这个品牌商进行合作，把产品把规模做大。所以说呢，我们希望融资。谢谢大家。Now that we have everything properly, 现在我们继续来看新的解决方案和技术，也就是虚拟互动的技术。我们有 iWear 公司啊，他们呢是远程的眼光追踪的解决方案。Seven，有请。谢谢。大家好，我叫 Seven。我们创始公司叫 iWear， 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线上大赛。我们相互能够倾听对方，并且我们也能够看到对方的眼神，这样的话才能够建立关系。我们的这一款技术啊，能够让我们的设备追踪目光，能够捕获相关的信息。我们的目光捕获的技术呢，能够应用于不同的消费场景，来去分析呢你的注意力。好。那么，我们这个实际上是一个10亿美元的市场啊。我们跟合作伙伴呢在开发合作方案，能够比如说让你的计算机能够捕获你的眼神，用于游戏客户的分析。那我们是希望呢能够进行融资来去开发技术，进入新的市场。我们希望我们技术能够更加的以人为本。现在我们希望进行 A 轮的融资500万美元，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跟我们联系。我叫 Seren， 感谢大家的倾听。 This was great.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好，非常非常感谢。 At least in the avatar and the eye in the 我们呢实际上可以用这个追踪的技术呢跟我们的化身结合在一起。现在5 minutes question and answer. 我们有5分钟的问答。Any of the startup 我们的评委啊，可以问我们的选手一些问题。我想再次欢迎呢，冰胜、James 和这个袁飞。好，我们可以问第一个问题了 ，James。James， 你要解除静音啊，不好意思，有点麻烦。好，有请。你问第一个问题吧。好，那第一个问题想问第一个初创企业。那对于你来说，你的这个图像分析系统啊，已经现在可以用了，在有些国家可以用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进入中国市场，那么这个同样的技术
能够直接来用呢，还是说要做一个试点，做一个 beta？ 好，非常感谢你的问题。当然，这要取决于实际的图像的类型。那比如说，不同的医院有不同的图像的收集方式。当然，我们要首先从医院收集相关的图像，然后我们要通过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程序进行一个分析，然后我们才能够来去开发有针对性的分析方法。你谢谢啊。谈到在中国，你需要获得 CFDA 的认证才能够卖你的产品。你的商业模型是什么？商业模式是什么？有两点。首先，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个诊断性的市场，我们需要获得认证和批准。另外，还有一个巨大的研究市场，来促进了药物的开发。那么对于药物发现来说，就不需要任何的认证，直接就可以给这些研究人员，他们能够来去获得更加准确的信息。好，谢谢，非常感谢。好，谢谢你。这将是这个按每一个分析的图片来收费的。非常感谢 James 的问题。电影，你有什么问题吗？你想问哪个企业？是的，我有一个问题想问这个区块链的公司 Black ID。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谈到成本，就是每一个标签的成本是多少。第二个就是你的战略，你如何去开发市场呢？ David， 这个问题是问你的 ，David， 谢谢。好，非常感谢你的问题啊。首先就是谈到成本，基本上呢不到一美元。那么基本上硬件不太好花钱，是一个标准的产品，主要的是在于集成，就是软件技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来去面向市场呢？基本上来说，我们是想做 B2C 的市场 ，B2B， 还有 B2C， 我们想跟品牌方合作，然后呢再面向消费者。所以我们现在的战略呢，是希望能够呢扩大我们现在的用力啊，然后的话能够获得新的品牌方的这个体育品牌方的一个青睐。好，谢谢。又一个问题，我们还有两分钟啊。如果其他人没有问题的话，我想请陈飞问一个问题。好，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最后一个出场企业，就是 iWare。我想问一问，你谈到了车厂，车厂合作，你们如何进入中国的汽车市场呢？好，今天非常感谢你的问题。我们跟中国的车厂还没有进行互动啊，我们主要是跟过去的车厂进行合作互动，在这方面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你已经看到了特别的应用，比如说呢，对于驾驶员的一个眼神的追踪，我们看到有一些车厂已经开始采纳我们的技术。当然呢，这个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监管的批准的。那么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我们在这个方面也希望能够扩展到中国市场。好，好，谢谢大家。现在时间在一分秒的过去啊，有一些公司没有被问到问题。那但是我们五分钟时间到了，那现在呢，我们的评委啊要评分了，除非有什么很紧急的问题，应该没有了。好，现在呢，我们的评委可以来去选择这一轮的优胜企业。与此同时，我想请每一个人在投票的时候呢，能够把你的视频关掉。现在我们可以放一个推荐视频，然后呢，我会我会宣布啊，这第一轮的优胜者。
你家第一轮的出场席位马上线，有请。The jury have had Michael, Simon, David, Carol, Mongols 一起上台。我想，因为现在肯定很痛苦，各个观众也会有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些悬念，给大家一些。我开始敲鼓了。对 ，Serban， 是第一组入围的选手。So congratulations to Serban from Iowa and congratulations to the five of you. 祝贺你们五位在第一轮演讲都讲得非常精彩。我想所有的观众跟我一样都在为你们鼓掌。然后大家也感兴趣的人可以通过问答 Q&A 的功能跟你感兴趣的公司联系。好，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二组。See you again in the 会在最后。Get ready. The secret question. 跟学员演讲，准备好。Next pitch iteration. 下一次的下一轮的演讲。Ready. And the UC 的各位代表已经就绪。下面一个第二组是网络安全、虚拟现实、软件、IoT 等等。Entrepreneurs. 有请五个企业家，请看看你们的摄像头。For this next group, we have the pleasure to welcome Lambert from Global ID. 来自于 Global ID. Pleasure to welcome Jeffrey from HoloOne. 来自于 HoloOne. Important. 来自于 Important. And Franco. 来自于 Fudo 和 Franco 来自于 Matrix. Our next series now. 这就是我们下一组所有的代表。I see the five. 顺利上线，我看到了五位。90 seconds, you know the rules. 希望大家已经准备好了每个人90秒钟的演讲时间。Lambert, you are our first Lambert, speech. 你是第二组的第一位。Number two, ready? 第一位，准备好了吗？ We're going in authentication solutions. We're listening. 认证，认证解决方案。有请。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Lambert. 大家好，我是 Sam Lambert. I'm the CEO. 我的工作就是。开发一个生物特征认证的解决方案。下一页。Global ID received a patent with his technology. 有一个很好的技术。The company will follow a B2B business model. 公司采用一个 B2B 的业务模式。Hospital. The cost of 把我们的产品卖给医院，许可给医院。And the cost of each biometric authentication will be 10 cents per transaction. Next, 我们还可以销售给集成 The closest competitor is Palm Secure Vein Scanner. 我们的技术是手指静脉识别技术。The global market is expected. 全球市场预计 46 billion by 2025. 达到1460亿元。We target a vein.将针对于最庞大的市场，其中2025年我们将针对其中的700亿的市场。Global ID 非常优秀的团队 ，allow us to continue to miniaturize our scanner by embedding all. 我们尽我们的可能将扫描仪最小化 ，in a cheap and efficient 符合最终市场的需求。And commercial management. 我们也有除了技术人员，我们还有来自于商务和战略方面的团队成员也非常强。好，非常感谢 Lambert. To bring you in, the time was passing. Great presentation. Thank you. 到了，但您演讲非常精彩。Presentation. Global ID 的演讲。Into our introduction, it will be HoloOne with mixed reality. Jeffrey, General Manager for China of HoloOne, and 中国 HoloOne 的总经理。我非常荣幸能够听你的演讲。Jeffrey, 有请。Yes,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Good morning and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Jeffrey. 好，下午好，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来自于 HoloOne 的 Jeffrey。Leader in the spatial computing. 我们是未来在空间计算方面的 and 空间计算方面的全球领袖。Sphere, a standardized. 提供一个产品叫 Sphere， 是一个几乎涵盖了所有企业主要应用场景的标准化及高度可视规模化混合现实软件。同样，我们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标准化的 B2B 混合现实应用平台解决方案。我们提供硬件兼容、标准系统集成、
和转化应用模块的产品，用户可以自己创建内容，然后把来自于 ERP、CRM 还有其他信息系统中的数据导进来。所有这一切，企业的应用场景都通过一个统一的软件产品覆盖，就是我们的 Sphere， 它包括三个标准化模块：远程辅助模块、数字协作模块，叫做 Workspace， 和工作流支持模块。And also we are an award-winning MR。我们也赢得了很多的奖项，得到了国际界的奖。Please vote for us. We are Hollow One。请为我们投票。我们是 Hollow One。谢谢大家。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 Hollow One。In the brief clear presentation, I actually had the pleasure to know Hollow One from the venture last year, as mentioned by Felix. 在我们会议上也碰到了 Hollow One 的代表。If everything goes well, we'll be there in September with a new team, hopefully or maybe later this year. 到今年，你有很好的成长。Presentation, so thank you very much. 演讲嘉宾非常感谢 Jeffrey。We are entering into vehicle tech, so two colleagues, and for this, we have the pleasure to welcome Bastien, the CEO of Important.Important 公司的 CEO， 好，大家好。Important， we solve a humongous problem in a humongous industry。 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大行业的大问题。50,000 pedestrian who lose their life。25万人的安全问题，每年都有25万人由于交通意外而去世，特别是汽车行业，那么庞大的一个行业，它占到德国 GDP 的12%。So the idea of the technology 解决他们的痛点。An autonomous car in Phoenix, Arizona, USA. 美国亚利桑那州两年前 ，Uber 开的一个自驾车撞死了一个女行人。我们因此获得了灵感。我们的产品是这样的 ：GPS coordinates to the car. 我们通过 GPS 可以把你手机上装了一个软件以后，它收集的 GPS 信息可以发给周围的车，然后车在靠近你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刹车。我们的目标是拯救100万人，在将来的。十年中拯救100万人，我们的技术已经可以随着开发成功，正准备商业化。我们是把技术免费给用户，但是我们的钱是修车厂。每年这个市场非常大，每年都有7000多万辆车要新上路，所以我们的市场很大。我是公司 CEO， 之前。我创立了10家公司，3家很成功。也曾经，还有一个人是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他之前在 UC Berkeley 教授 AI， 还有一位是谷歌之前的一位工程师。非常感谢。We hope to continue the conversation.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和你们对话。Perfect.Thank you very much, Bastien. And yes, definitely something to protect all of us. So, 你们给我们提供一个安全在路上更安全的解决方案，所以你们演讲很重要。我们将继续下一个演讲演讲者。Video conferencing live events, the multilingual. 跟我们今天也非常相关啊，就是多种语言的翻译机。今天我们的活动也有同传，我们 Kudo 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一方面的解决方案。来自于 Kudo。好，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我是 Parhan， 我是 Kudo 的联合创始人和 CTO。我们是一个3年的初创企业。3年前，我们在旧金山、纽约和日内瓦都有我们的业务。我们帮助跨国企业、组织和政府更方便的沟通，通过完全取消语言的障碍。我们的解决方案非常简单：一个视频会议的平台。可以提供同声传译的能力和服务，以及一种语言服务，超过6000位认证的议员，可以提供60种语言的服务，遍及50个国家。我们的业务模式包括：一、订阅服务，订阅我们的视频会议平台；第二，也是一个大的平台，可以让客户自己去挑选他觉得最好的业界的口译员。我们收。We are on track to end this year. 预定费，我们非常有经验。我们在2018年，收入很大的增长，到收入在今年底的时候可以达到700万。我们有一些最大的全球企业和政府是我们的客户。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种子轮，到2020年7月1号已经完成种子轮，有2位
投资者已经投资于我们现这一轮的可转票据。他们的团队已经建立了两家成功的企业，专门是针对于多语会议和活动。我们利用这些经验和服务，将他们转入云中和移动空间。好。Thank you very much, Parham, and as an impressive solution that we can use for all translation. 可以用于所有的翻译服务。对今天的视频会议来说也很重要。我会继续演讲。下面一位。And finally, in this session will be Franco. Franco with us. 最后一位是 Franco, 来自于 Mitris.I think so. We need to get to the introduction of Franco. Yes, there was a small still from Kudo. And then finally, we welcome here. Thank you very much. We are here coming back into energy, if I may say, but our journey humans into energy. This runs. We're listening. Franco, you can start. Hi, my name is Franco. Hi, I'm Franco Lambini.Technology Mitris 技术的创始人和 CEO， 我们在开发热电收集系统。我们是打造一些设备，可以收集人体的体热，把它变成可以使用的电能。这些能源可以用于支持可穿戴设备以及移动设备。我们的愿景是让这个设备，让人们身上的可穿戴设备。自充电就再也不用充电，再也不用装电池换电池。For other devices, our aim is not 帮助其他的设备、其他的可穿戴设备和其他的一些移动设备更加的方便使用。我们想成为一个供应商，是技术的供应商。我们不会卖自己的这个可穿戴设备。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市场上其他的一些设备的制造商，可以增长他们的业务，改进他们的产品，变成是无需在。充电或者是换电池的自供电产品。这是怎样一种神奇的技术呢？人体就是一个自己的热电发电器，其实有很多的应用在行业领域、工业领域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把现有的技术进行升级，把它应用于人体体热的收集。Characteristics of thermoelectrical generators that lead us to these unique value propositions. 我们现在就我们的价值主张就是可以利用随处可见的人体的能量转化成电能。This means we can integrate. 产品是模块化的，也就是说可以把这技术集成到几乎所有的设备中去。Thank you very much. 这是我非常简短的介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关注。Thank you. That was a great pleasure to listen on how we're turning basically into batteries. On the 谢谢你的分析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的介绍。现在呢，我想请呢评委来提问。好，我们再次欢迎呢，陈飞、周建和斌。那 every time poor James having to take the first question. 每一次呢都是 James 来首先提问啊。那现在的话，我想请陈飞。来第一个提问，来问问这五个初创企业，能够听到我们吗？陈飞，好，有请你问第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环节是五分钟时间，好，谢谢。我的问题呢是想问哥白蒂，我想问 Lambert， 你刚才提到了，可能。你主要呢是想服务这个政府和医疗，你如何能够获得政府的市场？你的销售还有商业模式是什么？比如说你如何能够来去打动这个政府部门？谢谢。对，我们的商业模式主要是针对于政府，我们呢也在跟一些部门进行合作。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技术啊，放到他们现有的软件系统里面去啊，就说跟有一些这个商业的企业在合作，让他们能够卖到政府部门。那你如何能够直接卖给政府部门呢？对于政府来说，我们有几个选择。首先呢，我们有硬件，我也说过了，硬件呢是300瑞郎，然后我们还有。数据库，但这取决于用力。如果我们的这个数据库
大的话呢，那实际上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认证，那么基本上这个就能够来去解决就是政府部门的需求问题。好的，谢谢。Unmute, here we go. I needed to unmute, sorry, and then thank you very much, Chengfei, for the question. 好，谢谢。非常感谢你第一个问题。我想再请申斌问一个问题，你想问哪家企业？好，谢谢。我的问题是想问 CUDA。我希望下一次我们能够用你们的技术来开网络会议。对我来说，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的问题是，你如何能够来去招募议员？那成本就多每一个视频会来说，成本是多少？能不能够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讲讲你的商业模式，如何能够来去推广你的这个服务模式呢？好，实际上你问了三个问题。首先，我来简单回答一下，我们如何跟议员合作啊？我们的议员呢，他们一些是专业议员，他们是科班出身的，所以我们不会招笔译，我们招的是口译。所以我们有 ISO 标准，我们还有培训，还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标准。那么另外就是成本，我们有两种会议啊，第一种叫会议，第二种叫这种大的活动，比如说很多人参加的活动，他们的成本不一样。基本上来说有这个平台成本，就是软件，还有呢议员按小时收费的成本，就是我们的收费模式可能是$400或者到$2000这样一个浮动区间。那我们的商业模式我也解释过了，我们的模式就是用我们的平台按小时收费，然后我们的议员呢有一个预定的费用。好，非常好，非常感谢。下一个问题，那有请周建先生来提问 ，James。好，我的问题想问第二个初创企业，就是 HoloOne。实际上有很多的大企业在做 AR 和 VR， 这个市场还是挺大的。你如何跟他们进行竞争？比如说，你如何跟大企业，包括微软这样的企业去竞争？你的产品差异化是什么？你的投放市场的策略是什么？好，谢谢，非常感谢你的提问啊。实际上，我们是一个标准化的软件平台，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客户提供有差异化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不能给我们的客户我们提供的方案呢，能够兼容不同的设备，能够兼容不同的 MR 的眼镜，不仅仅是 OLED lens， 可以兼容不同的品牌。另外呢，我们呢也不挑平台，我们的产品能够适用于 IO 系统啊，不同的软件，同时我们也提供了标准化的集成解决方案，能够集成到公司的软件生态系统当中去，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不仅仅接入到 ERP 系统、CRM 系统，也能够集成到最最常用的软件当中去，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客户提供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然后进入 MR， 就是这个混合现实的世界。好，谢谢，非常感谢 Jeffrey。好，我会弄的时间快到了，我们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互动问答，希望评委呢
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凡是对这五个企业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不仅仅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同时呢也非常受欢迎。现在对平来说，我们很难来去选定一个优胜者经验来去决策，但与此同时呢，我们来看看下一个视频，这来自于我们其中一个合作伙伴。Judge to vote for the startups。我们的评委呢可以借此时间来投票，然后呢每一个企业可以祈祷一下。嗯，非常感谢这五个企业的出色的介绍。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个介绍的视频。This was the brief introduction of. 这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这也是我们瑞士的一个非常领先的理工学院。现在呢，我想请这五家企业重新上线，也请评委上线。我想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个结果了。我们祝贺所有的企业。第二轮，我们的评委选出了。这个能源的生产者 Mitras 非常祝贺你这家企业，真的是可以说服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变成发电厂。当然，我们还有更多解决方案呢，非常祝贺，高兴能听到你的介绍 ，Franco， 下一轮我们再见。现在，我想有请下一组的选手上场，然后其他的选手可以把你们的视频关掉了。那有请评委呢，准备听下一组的介绍。非常欢迎第三组的选手上线。Rick Leeds， 还有那个 Visual Seven Sense CODB 以及 Storage。现在我们荣幸的邀请五家企业上线，请把你们的摄像头打开，你们都上线了。Mikael， 五位选手已经上线了，像你们所有的人都已经在线上了，我已经看到了五个视频都已经打开了。好，我们下一轮要开始了。刚刚我们看到了前面的企业的质量都挺高的，我们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出色的表现，提供好的解决方案针对中国市场。首先第一个介绍 Korea RiskLink。那么这个是关于临床测试的分析的一个工具。Maria， 有请，把时间交给你。谢谢，非常感谢，大家好。
现在呢，有很多的药物，还有很多的疫苗呢，都要做测试，这样的话才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治疗和预防的这个病患的一个手段。那我想问问大家，您在是不是在不了解风险的情况之下，就参与了新冠的临床测试呢？大部分人会回答不是，但实际上呢，现在的我们的这些临床测试的方法呢，都非常耗时，并且它们的精确度是很低的，所以说呢，最后的结果呢，不是特别的精确。那我们现在可以用人工智能的技术，还有传统的临床测试的数据啊，能够开发一个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帮助我们的这些临床测试的设计者分析相关的风险，获得更高的精度。那能够应对新冠呢，我们开发了第一个用例是关于临床风险测试风险评估工具的，一会儿我们看看它是怎么样去运转的。And then serve our customer from 我们的客户包括小型中型和大型的制药企业以及还有研究企业，并且呢按照每一次临床测试的这个工具的使用的这个数量来去进行测试进行收费。Multidisciplinary team is 我们呢有跨行业的团队，他们很多是来自于临床测试的风险分析师。我们在总之能获得100万的融资，我们希望能够在 A 轮获得150万的融资，非常感谢大家。那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投资，因为我们的病人普及了非常感谢 Gloria， 时间到了。那这个主要是为了造福病人。这个讲得非常好，我们下一个发言将会欢迎呢一个科学家 Cedric， 能够让我们更好的了解的一些仪表或者是这个半导体行业的品控。有请上线，我们看到了。好，接下来90分钟交给你。好，谢谢。我们知道呢，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基板的制造国。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您能够离你的话筒近一点？您能做一个测试啊？好一点了。90秒钟可以重新开始啊。您可以从头开始，从第一页开始，从第一页开始。Frederick， 一定要离话筒近一点。好，重新开始，90秒钟。不好意思，现在议员听不清楚这个发言人，这不太可靠，所以很多有缺陷的晶体基材被加工，造成很大浪费。在这个黄色的三角形中，很多的这种质检是在晶圆已经制造完成之后进行的，而这个时候晶体基材并未完全加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之前在加工晶圆之前进行质量检测。这个系统现在已经被用于欧洲的一些公司之中来检测对于微型 LED 产品的晶体加工前的检查，投资回报率是1年到1.5年。我们的价值主张是非常简单，我们可以带来半导体行业可以节省5亿美元，可以通过提高良品率和加工的成功率。一个投资的公司在总部在北京，他将我们评定为半导体行业全球最优的50家初创企业之一。我们现在希望能够通过融资在亚洲更加的扩张发展，
Thank you very much. 我们的产品更好的发展。非常感谢 Eric. That's quite a value proposition to make sure that. 你做的很好的麦克风也挺重要。你保证这个行业可以更好的得益于你的解决方案。下面一位演讲者。Robotics world, and have the pleasure to come with Jen. Jen Luca. The solution about seven cents, seven cents. Seven cents. Jen, I think we'll have spotlighted for this presentation, and you are the next presenter. Looking forward to listen. Jen. At seven cents, we transform the world. Seven cents. We provide. 自动化的套件，让机器的制造商可以打造自己的机器人产品，不需要有计算机啊机器人的任何专业知识。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几十亿的大市场，有很多的机会。其实，在医疗、物料的处理、运输，特别是清洁行业，都有很多很多的需求，他们需要提高效率。但会很奇怪，为什么这些行业还没有被计算机完全颠覆呢？That is because the current robotics is in all those environments which change continuously, and are here with people. The environment is very high. But as I said, these industries, for example, airports, supermarkets, etc., the environment is very complex. So we are facing a very advanced AI and algorithms that can help these industries. We can provide a component to sell to machine manufacturers, and make them upgrade to their own platform.打造自动化的机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给这些行业提供一个可以自己运行的自动的机器人，可以运行在非常复杂的挑战性的环境中。We plan to raise funding early next year to finalize and expand globally. So, 资金让我们的产品最后达到最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在全球进行扩张。非常感谢大家。Wonderfu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presentation. And we have heard about robotics and conductor industry. All of this also. 我给机器人行业的一些介绍。That will be my introduction for the next case. We have the pleasure to welcome. 我们下一个演讲嘉宾的题目也相关。That is obviously a safe place to be. 所有的数据都应该放在最安全的地方。我希望聆听 Nicola 你的产品。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解决方案？更好的安全储存我们所有数据。谢谢。我们的技术是一个数据库产品。这个市场是460亿的大市场，所有的软件应用都需要一个数据库系统来存储数据。但是每天开发员都很困难的进行选择，因为他们需要符合一些安全、性能、等等方面的考量，还要考虑到成本、解释日期，还有一些隐私性的要求和法规。我们有独特的优势，我们是最经济实惠的、便于使用并最快部署的数据库。我们可以让所有开发员更加工作更加的方便迅捷。下一页。We have two subscription, one on premises and one on the cloud. 两种订阅，一种是本地，一种是在云端。3,000 RMB and in 3 years we expect 加起来，我们预计收入可以达到。Next. 这是我们三年预计的收入情况。And the development team with 所有的团队成员都很有数据库开发方面的经验。我自己有12年的数据库经验。我们也有第6版 Alpha 是开放代码、开放源的社区。我们跟一个瑞士的机构签署了合作伙伴的协议。We are at the early stage where 我们在处于早期，希望能够获得300万人民币的投资，预计5年退出。你将得到5倍的投资回报，就是如果进行投资的话，到退出时应该能够得到5倍的回报。Thank you very much, Nicholas. Yes. Solution now for our data, and I think we continue. 数据的解决方案，我们下一位演讲者。Final presentation for this. 这一轮最后，最后一个地方公司。So.We have 第三、第四组没有讲，就是第二组最后一个啊，这组的最后一位 Nico。I think we hear you well.
So the stream is yours to hear about storage technology. 请你谈一谈，请存储电池技术。谢谢。Research and innovation for one of the three shareholders of Actus. My company develops low CO2 technology. 和创始人之一，我们主要是开发这个轻量零碳出行的解决方案。Next slide, please. Storage is a spin-off of Actus that leverages on 125 patents concerning the solid storage of 125家125个这种专利，然后可以提供零碳出行。有12家电动车的制造商已经开始采用了我们的产品。标准，我们的技术可以让氢可以安全地存储在一个电池盒中，非常方便。这个电池盒可以放在一些自动贩卖机上去，消费者可以自己在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家里边通过一个充电器给它充电。我们上市的策略是针对于 B2B 和 B2C 的客户，帮助他可以大规模的部署，先是 B2B， 然后再进入 B2C 领域。在中国，我们关注于一些核心的省份城市合作，有很大工业项目的地方，而且我们也参加了在上海的进博会，在那里可以接触到很多的有创新性的营销公司。Storage in China in 2021. 2019, we closed our first round. 2019年，我们获得了第一轮的融资，达到了1000万欧元。2020年，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第二轮融资，就希望能够获得2000万欧元的投资。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presentation. Impressive. I'm not ready as we see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growth for China. This. 发现你在中国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增长基础。这是这一组的最后一名演讲嘉宾，我们有请所有的评委来完成这一项困难的任务。我每次都觉得很难选择，很难选择一个最优秀的公司。这一次我想请来宾开始提问，请问哪家公司？宾你在吗？我想问一下 Scientific Vision， 你是做半导体检测的行业，你的客户群是非常有限的。我同样也发现你的公司是在2013年建立的，七年前，但是现在你这家公司还处于早期，所以我的问题是，那你觉得对于你的业务增长最大的挑战在哪里？最大的障碍在哪里？非常感谢你的问题。最大的挑战对于质控系统帮你检查一些蓝宝石，最难的挑战就是制造商他是手动的检测他们的产品，人工检测他们没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对于缺陷位置的判断。这个系统已经，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已经被一些欧洲的公司采用，他们可以获得更好的质控结果，在蓝宝石上更精确的瞄准缺陷所在，就可以对于微型 LED 生产提高它的精确度、良品率。我们和瑞士制表行业有了颇多的合作，因为他们对于质检非常关注。第二个挑战就是比如说碳化硅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在电器行业需求很多的一些原料的检测难度很大，为了能够渗透入市场确实非常困难，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市场。好，我希望刚才你的问题让评委感到满意。下面我们有请 James 评委来提问。你想问哪家公司 ？SIODV。你是你的业务是做开放源？你是中国已经有了很多开放源。
business model entering China. 业务模式是什么？进入中国的业务模式是什么？商业模式是什么？我们的战略是cloud provider, Chinese cloud provider, 保护中国的云服务提供商以及中国的软件集成商。The technologies are they be into the software or propose services into their. 我们可以作为提供给他们云的一个服务，也可以把我们当作一个软件的提供商。To integrate into their cloud services. 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自己找一些开发有的东西纳入到自己的系统中去？对他们当然可以。他们可以自己改进技术，但他们也需要支持。如果他们推出了一个项目，完全是开放源的，可能会忽然忘记了一项功能，或者可能跟产品一开始设计的初衷有点出入。It won't be well seen from the community in Asia. Thank you very much. 我们可以提供自己的价值。最后一个很快的、很简短的问题，是 RiskLink。我想问 RiskLink。So you have three employees. 你有三个员工。How you do your R&D? 你如何开展研发呢 ？Your company. 公司内部是如何进行研发的？其实。你要更新一下数据，因为现在我们员工更多了。我们有一个数据科学家，还有三位临床实验分析师，还有一个研究合作伙伴在日内瓦，他们是专攻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获得了一些研究资金，然后我们就和其他的一些实验室。进行合作，他们可以帮我们，也帮我们开展一些研究工作。Great, thank you very much. 好，非常感谢。这一节介绍就到此为止。Inputs now and the judges will have to 很多的信息。现在 ，five of you are ready. Big applause. I'm doing here on behalf of the whole audience. 我要开始做审判的工作，我们也鼓掌感谢各位。So, 现在有500位听众在听我们的活动。Presentation, partners, 下一轮的演讲。Video and jury, do your voting duty to select the finalist of this third group. 同样，评委也对这一组最后的五位选手进行投票。And this was our brief SwissTech presentation. We're now waiting. 这是 SwissTech 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也期待这轮的结果。那刚才呢，我们有一个能源行业的优胜者。那这一轮是不是会有一个能源储存行业的优胜者呢？祝贺 Storage。我们会在下一轮见到你。现在我们看看下一轮，下一组，我们欢迎第四组的选手上场。欢迎 Mustafa Tabia, Zerufo, David 和 Loris。他们分别会代表自己的企业来发言。我们，你看到你们都上线了。好，我们。欢迎下一组选手上场，大家都上线了，我看到大家了。You are our first presenter. Terahertz, 你是第一个 ，Mustafa。如果你准备好的话，可以开始了。我们很高兴欢迎你做第一个90秒钟的介绍。大家好，我的公司叫 Swiss Terahertz。那我们主要是做摄像头的，就好像你们的手机摄像头一样。那
4G 跟 5G 的区别就是说它的这个频段更高一些。6G 那接下来的5到10年当中，我们会有更高的频段，比如说6G， 到时候就是太赫兹的这个级别了。那太赫兹呢，还有一个应用就是成像，它能够做很多不同的这个成像，包括 X 光，但是 X 光比较危险，太赫兹却很安全。你可以用太赫兹来去能用不同的医疗场景。那我们的技术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有硬件，也就是摄像头，还有软件，也就是有非常先进的算法。我们的技术首先很快，再一个呢，它也很容易使用。这个又快又小呢，是我们的一个口号。我们的这个摄像头能够放在无人机上。如果说我们使用我们的产品的话呢，我们的算法能够发挥很好的效果。好，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感谢您的介绍，非常简洁明了。我们欢迎下一个发言人 ，Tinam Lab，Tobias， 你是做无人机的。现在我们这个行业很热门啊。好，我们进行一个介绍。大家好，我是 Toby， 我是 Tinam 的创始人。我们看到呢，实际上第四轮的工业革命是由无人机所掀起的。那我们的客户呢，希望能够来去进行自动化的检测。那我们有瑞士的这个客户，同时呢还有发电厂的这些客户。那么我们能够进行自动化的这个检测，用无人机来去检测。我们呢有一个云端的平台，也不需要任何的驾驶员，能够来去呢捕获数据、存储数据和分析数据，并且呢它这样的解决方案呢成本比较低，并且安全。那么我们呢实际上是使用机器人做一个服务，我们每个月都会收取费用。Our case is highly scalable. 我们需要呢来去呢购买无人机的这个硬件，并且我们这个业务是可以扩展的。那么，并且呢，同时呢，我们能够进行稳定的这个图像的捕获。我们的团队呢，一共是有5个成员，我们有来自于商业和工程的不同的背景的团队成员。我们希望呢，能够呢未来服务大家。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非常感谢 ，Tobias。现在我们从无人机的领域，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领域啊，会进入下一个领域。Roof 来自于 Trustless AI。我想把下面的时间给你。好，大家好，现在呢，在全球有1600万的高净值人士。最近的一项瑞银集团的调查发现呢，就是他们第二担心的问题就是网络犯罪，但是能买的安全的物品就基本只有呢 iPhone。 问题呢就是过于复杂，还是晦涩难懂，还是没有经过验证的信任。那我们已经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这些商业的航空公司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原因是在于啊，就是很多的这个中心的自行支付都是破碎的，并且呢，这是有意而为之的。大国呢是想以此呢保证合法的访问。这个呢，我们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是经过验证的，并不复杂，能够应用你的手机。并且呢，它也是自动化的，拥有最好的安全性，并且啊，我们的认证呢是独立进行的，我们把这个解决方案呢就放在了我们客户的
客户端，使用起来非常容易。好，谢谢，谢谢。我们的产品需要保证安全。好，我们看下一个发言人。然后现在欢迎 Typewise 的 David， 你是下一位发言人。啊，这实际上是一个新的人际互动的界面。好，好的。大家好，我是 David， 我是 Typewise 的联合创始人。我们打造的是这些安全与智能的人机交互界面，它始于键盘。我们呢的打字错误呢比苹果要少五倍，并且呢我们跟竞争对手不一样，我们的数据隐私完全是保密的，并且呢我们还有高级的人工智能正在研发当中，是跟呢这个计算跟这个机器学习方面的专家，也就是所谓是理工学院一块在合作，并且呢我们已经是获得了34万美元的科研拨款，来自于瑞士政府。那么5个月以前啊，我们的活跃用户已经达到了65000，并且呢我们的整体的销售达到了14万的瑞郎，并且呢这样的一个应用和企业的市场是有400亿的规模。我们现在有8个团队成员，包括 ETH 和这个剑桥大学的 AI 方面的工程师。那我们是希望能够获得50万的瑞郎的融资，估值呢是450万。同时我们也想进入亚洲市场，能够服务中国的客户和制造商，希望能够保持合作。谢谢，非常感谢 David， 讲得非常的简洁明了。我们呢接下来是这一次比赛当中最后一位企业 Loris， 欢迎你。Hello， 介绍 Voliro 公司。大家好，我叫 Loris， 我是负责商业开发的，负责这个 Voliro 商业开发的。我们是希望能够来去颠覆呢高空作业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呢高空作业是非常危险、成本高、挺耗时的。大家在家里用梯子的时候呢，就能够知道呢，实际上你可能从梯子上摔下来就很危险。每年呢，有30万人呢都死于这个高空作业。那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有一个最先进的飞行机器人，能够来去安全的开展高空作业。我们有专利性的技术，并且呢能够适应很多不同的行业。我们能够让这个机器人呢跟环境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飞行机器人呢可以适用于不同的这个它有不同的传感器，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它可以呢跟不同的场景进行接触，能够呢适用于医院，并且它非常高效。这里呢我们能够看到呢我们的团队呢背景非常的丰富，并且呢我们也有很好的顾问还有董事以及机构，我们能够来去呢共同颠覆高空作业领域。谢谢，非常感谢。这是我们这一次大赛的最后一个介绍，当然我们还有最后一轮的这个问答。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个评委来提问，像第一轮一样，我们先请 James 来提问。你想问哪一个企业问题呢 ？Typewise， 想问 Typewise。那你们是不是开始有接触中国的制造商？他们对你的产品有什么的反应呢？我们跟华为接触了。那么他们现在呢正在摆脱呢这个谷歌的生态系统。现在有意思是啊，到底是哪些开发者会用他们的系统。那么我们有这个键盘输入的系统，很多的中国的
制造商也在寻求呢替代性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在在欧洲的表现不错，从这个数据的保密程度还有输入的错误率来说都是不错的。当然呢，我们有这边的消费者和华为制造商之间的这种信任的问题，但我们的解决方案呢是能够解决信任问题。我们是完全透明的，能够保障数据的隐私，能够让中国的制造商更好的面向欧洲的消费者，也就是能够让他们是非常重视数据保密的。好，丁，请你问下一个问题。好，我的问题问的是 Tina 吗？那无人机行业当中有很多的公司，这是非常非常激烈的一个行业。不跟我们讲一讲你的独特的优势是什么？好，非常感谢你的提问。首先，我们不制造无人机，我们呢的解决方案能够适用任何的无人机。我们能够把无人机变成一个室内的传感系统，有了这样一个系统呢，你就可以操纵无人机或者进行环境的监测。使用方实际上不需要呢有人来去操纵无人机，你可以通过系统啊来去呢控制无人机获得数据。你有很好的这个很稳定的这个数据的捕获，并且通过这个数据你能够来去决定是不是要去对系统进行一个维护，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所以基本上来说，就是说传感器还有计算是你的优势，是还有我们的导航系统还有我们的控制系统。谢谢。好，我们最后的一个问题来自陈飞。我的问题想问这轮的第一个初创企业，那你跟竞争对手的区别在哪里？第二个，你说你在上海有一家分公司，你对于中国市场的目标有一个什么样的期望值？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对硬件来说呢，我们的硬件是最好的，这是独一无二的，也非常紧凑，这是我们的巨大优势。第二个巨大优势就是大部分的公司呢，要么是专注硬件，要么专注软件，但是我们专注于硬件软件两手抓，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这个技术呢只有很少的企业有，大部分的都是呢做外包的，把一些组件做外包，他们没有办法做很多的研发。你的第二个问题是，目前来说我们在中国主要是做一些软件，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进入中国市场，我们也在跟合作伙伴合作，作为他们的外包商买我们的产品。那我们的结果接下来是希望能够在中国做研发，因为中国有很多的人才，其实很难找到人才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国建立一个研发中心。那我们也可以做生产，但最主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在中国内部进行研发开发技术。好，非常感谢，时间飞逝，十分钟已经到了。现在就有请评委选择第四位入围选手。Secretaries, and in the meanwhile, we have the pleasure to welcome our最后一位入围选手。然后我们再放一个关于合作伙伴的推荐视频，so that we can announce the winner. What if you could escape reality and go for a ride in a unique world?A world where reality can be played with, and where the laws of physics can be engineered.
学的原理可以被重新的改变，让这个世界来创造新型的工具。Tools that can help others step to new heights. Make a giant leap forward. Learning to connect with others and collaborate in teams. You can explore everything that makes you curious and discover what makes us who we are. Go further into the infinitely.Or towards the of the infinitely big. You can take on you here on Earth and design solutions for a system using cutting edge methods for learning. In this world, you have plenty of options and many.Different paths to enhance your skills. Connect online to study whatever you want, whenever you want, and stop whenever you want. Explore your interests. You can exercise in a relaxed environment and engage in a rich life.Although it may sound like a virtual utopia, this world is actually real and it's happening now. Was one just here now? I am here online again, and that was ou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e have another one. Another university. Bang Yifeng Technology. Yeah. Now we will listen to listen. We have the last one. We have a company. I am very excited.You have to be ready to launch. Swiss Terahertz is our finalist at this stage. Congratulations. So it is great to have you all. Terahertz. Our series, you've seen 20 amazing companies. 让他听到了二十家优秀的企业。然后我们会请四位入围的选手，再给你们机会，让你们给所有的听众再听一次的介绍。所有的观众，请记得倾听。因为下一轮让这四位入围的评审中决定最后的冠军，也只有你手中的票决定。我们一群来自 iWorld 的 Urban Futures、Mikael、Mr. Store、技术 Store H， 还有 Terahertz。这四位入围选手，现在必须很快的准备，我会让基本。这样你就没有什么时间思考了。我们会给你两分钟的时间，然后回答问题。因为你已经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就是要跟中国建立联系。我想现在再听一听，你认为中国的客户和中国的市场最喜欢你创新的地方在哪里？最喜欢你创新和喜欢的点在哪里？现在需要什么才能够更好的进入中国市场？这个问题，就是很容易是让企业他们对客户有什么价值，他们对于中国市场有什么价值？所以你这样的话就可以给所有的人更多的时间来解决。好，你觉得中国客户最喜欢你的点在哪里？还需要什么？这个问题可以被很多现在初创公司也借鉴。如果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话，咱们都要考虑这个问题。好，准备好了吗？对的。第一位，谢谢这位朋友。相信所有的观众、听众非常仔细听。我们最后
我们会给大家30秒钟的时间来投票。2 minutes now for the talk. 四个选手，对的，你现在是2分钟的时间。好，准备好了吗 ？Yes. 回答问题要加第五时间吗？对，回答问题也作为你2分钟的时间。So you have now 2 minutes for the thing. 2分钟。回答我的问题。好。Okay. Great. Thank you. So. Thank you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present more details. 让我有机会更详细的介绍一下。二位。Stop with two of the slides that I've shared before. 我们会等一下再看一看，我今天放过了2张 PPT， 关于一些技术还有商业模式等等。Next slide for three slides, I think. 再进三页。下一页。Next. 再下一页。好，就在这里。Like in our solution that we are developing, compared to existing eye tracking solutions, we are. 现在的解决方案，我们是100%的软件，我们和消费者的3D传感器集成，比如说 iPhone 等等，我们都可以跟他们集成，还有车里面的一些软件，我们和任何一种传感器集成，还有那个深度学习以及。算法方面的一些专利，我们可以，而且我们可以观测到、追踪到的视线范围非常的广，而且可以多点识别。在商业方面，我们传感器制造公司、制造商，还有原型制造公司，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跟汽车公司也建立了合作。在东亚，今年初在日本、在韩国，我们有了一些这个办事处，有一些代表，所以我们很感兴趣能够进入中国。我相信客户很喜欢有这样的一种软件，可以集成到他们现有的设备中。消费者电子公司、汽车公司都在这样寻找这样的软件。我们需要的就是本地的合作伙伴，特别是车厂。或者 OEM， 对于我们这个技术感兴趣的 OEM， 好，这就是我的2分钟时间，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Serban. It was even shorter, but it was very clear. 你还没用到2分钟，但你说的很清楚，相信很多人会支持你。价值主张非常清楚，欢迎 Franco， 也是一样的问题提给你，给你2分钟，最多2分钟的时间来说服观众。对于中国市场、中国伙伴和客户，你能够提供的价值是什么？对中国市场的价值是什么 ？Franco， 有请。好，首先非常感谢能够让我再有机会演讲。之前我已经展示了我们做什么，现在我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计划怎么做，已经做到了哪一点。刚才我介绍了我们把。我们的设备卖给移动设备和可穿戴设备的制造商，客户链比较长，从初创企业到知名的全球公司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公司，比如说 Philips、三星、索尼等等。下一步，我们希望能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这些公司和组织合作，深度合作。还是之前一张 PPT。让他们能够把我们的解决方案集成到自己的产品中去，这就是我们的机会。在中国，我们也寻求这样的机会。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国找到战略合作伙伴，中国的制造商，移动设备、可穿戴设备等等。如果他们自己的产品寿命想要延长的话，就可以跟我们合作。我们采用一种授权的方法或者许可的方法，他们卖，只要是集成了我们的产品，所以每卖一个产品，我们可以获得分成。我们就是这些在欧洲可穿戴设备的市场，到2025年就达到50亿美元，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下一页，我们现在的进展，我们已经建立了原型和可穿戴设备的公司，我们也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进行合作，我们还做了一些其他的研发工作。我们今年收到了欧洲委员会授予我们的一个奖，我们已经入围了他们的2020初创企业研发项目。我们希望能够在2021年底或者2022年初
让我们的技术打入市场。谢谢大家，我的时间到了。好，我必须要保持公正，就给你两分钟的时间，但是非常我还是很感谢你刚才补充的信息，回答了我的问题。Mika, Storage 技术 ,Mikko, 给你两分钟。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for, 非常感谢再给我两分钟。再次的向各位介绍我们第二轮的融资计划。这公司我们是从 Accus 衍生出来的公司，我们可以提供轻量的零碳出行。我想重复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东西，一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世界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就在过去的六个月中我们看到这种变化，气候变化，能源的转移，环境问题仍然是我们很大的问题，全球性的问题，中国也是如此。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解决方案能够解决这些的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让绿色能源、绿色的氢源能源安全使用、安全存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而且经济实惠的方式以使用，保护环境。我们觉得这些价值就是我们开这家公司的原因。我想这些理由对于中国来说也有帮助。我们上市战略之一就是开发燃料匣的模块，让这个生产使得电动车的生产商可以非常方便地利用我们的燃料匣提供能源。其实现在已经有12家电动车的车厂采用了我们的设备开发他们的轻型汽车。其实我们是柴油机和普通汽油很好的一个补充，主要是用于城市轻量出行。其实就是把现在的锂电池转型到一个更经济、更环保、更用户友好的轻存储能源解决方案。在中国，我们关注于和一些核心的城市、大城市、省份合作，还有很大工业区的去合作。在我们推出产品的时候，第一是 B2G， 先是 B2B， 先是 B2G， 然后是 B2B 和最后是 B2C。我们将参加下一轮在上海举办的进博会，我们非常希望在那里见到各位。我们会和我们的 OEM 合作伙伴一起展示采用我们产品的电动车，还有我们非常独特的燃料盒和发改委。我们会和三个城市签署合作协议，来部署我们在2021年部署中国部署我们的解决方案。在2019年啊，时间已经到了，两分钟已经用完了，很遗憾我能在这里打断你。好，谢谢。希望大家在上海的进博会今年见。好的，非常感谢，必须要打断你了，也期待我们接下来有更多的机会在中国看到你。我们最后的一个演讲，最后的一位入围者 Mustafa， 请您花两分钟时间来介绍一下你的公司。好，非常感谢，再次感谢。那我还会用同样的一套 PPT 啊。那现在呢，在 Terahertz 它是一个重要的成像的应用。我们 Terahertz 呢有很多的好处，不仅仅能够应用啊这类这些医疗行业，在屏保，在呢测试行业我们都能够应用。我们呢可以看到屏时呢，我们在进行这个成像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实际上呢，我们通过呢我们的技术呢，能够看到电子元件到底是不是内部有一些破损。那这样整个这个行业应用前景也是巨大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应用，特别是检测呢那一些表面，还有食品行业呢现在有很大的问题。那通过我们的成像技术，我们就能够应用到杂货店，
还有的这些新鲜的产品，到底这些产品是不是还是新鲜的？这样的话就能够来去避免呢食品浪费，这个也对我们的环境能带来巨大的影响。另外，我还想提一点，也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进入中国呢，能够呢建立研发中心。我们希望能够来去获得中国的人才的支持。我们希望能够利用这一点。好，非常感谢。That was very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我讲得很好，非常感谢 Mustafa。And I hope that the whole. 现在呢，有请所有的观众来投票。我希望大家准备好了，大家最后能够来去决定我们今天的冠军。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投票，大家可以选择你们的冠军。我们将会有30秒时间让大家投票，大家一定要选择自己心仪的方案，选择你们自己心中的冠军。30秒钟，现在时间在过去，我们只有15秒钟了，大家应该已经选好了。大家已经听到了入围人员的两次的介绍，现在投票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呢，颁给我们的冠军，让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现在我们有请呢瑞士驻华大使骆志宇先生，听他的发言。大家好，2020 Swiss Tech 线上创投大赛的各位参与者，历经几周的居家隔离，我们高兴地看到世界已经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保持大脑的高速运转啊，很重要。而本次大赛正是个好机会。去年我有幸参加了上海的 CES 展。也是 Swiss Tech 首次在亚洲亮相，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CES 确实是瑞士在亚太市场展示创新成果的最佳平台。今年是中瑞建交70周年，我很高兴大家能够聚焦那些造就瑞士成为全球最具创新活力国家的企业。之所以取得这一成就，原因之一是在于瑞士创业者们的眼光，比如那些今天亮相的创业者们。这些创业者们敢于冒险，不断探索寻求突破，也应对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塑造未来。中国是个关键市场，希望大家趁着良好时候不断地探索这一市场，加速业务发展，并取得更大的成功。我现在十分荣幸能在线上为大赛冠军颁奖，获胜者呢一会儿将由 Jody， 也就是 Venture Lab 的 Jody 来宣布，祝贺冠军和所有的参与者。So I am back here. 我又回来了。那我们有在云端的这个大奖。现在呢，我想有请四个入围者重新上线。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让他们都参与这个最后的环节，请四位入围者上线，打开你们的视频。现在机票已经结束，机票还在进行，我们还在期待最后的结果。我们也可以看看所有的入围者的反应啊。观众的选择，我看到了。
好，请大家期待一下。好，我在宣布之前，我想祝贺所有的初创企业，你们的介绍，我希望大家能够结识到很多的联系人，我们会继续举办类似的活动。我们的 Swiss Tech 的团队十月可能之后会继续来到中国，那现在大家很期待最后的结果。我想今天基本上最后的这个结果呢是非常焦灼的，两个公司啊，他们的结果非常的接近，他们都是呢能源的提供者。现在呢 Franco Mitras 技术的这家公司的代表，他获得了冠军，那么他也说服了我们的观众和我们的评委。好，祝贺你，祝贺大家，祝贺所有人。我想代表500个人来祝贺你们。我们有一个大奖，有一个奖杯，在中国有一个奖杯，所以啊，我希望呢你们能够呢去大使馆，这样的话就能够从我们的罗什一先生手里拿到奖杯。好，非常荣幸啊，再次感谢我们的评委，你们的表现非常出色，而且你们聆听大家的介绍，并且也进行了问答。我想代表所有的初创企业 Venture Lab， 希望我们继续推进我们的使命，跟 SwissNext 合作。我 Felix 可以最后来做一个总结，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线上大赛能够圆满的结束。好，谢谢，非常感谢 Jody 的专业主持，再次祝贺获奖者 Mitras Franco 以及所有的入围者，所有的入围者呢也会呢获得奖品，也非常感谢所有的优秀的初创企业，他们是强大的创新生态系统和世界级大学合作的产物。我也想感谢所有了不起的合作伙伴，瑞士联邦理工学院、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大苏黎世区 Innovo Swisscom 和 Swiss Tech 的竞选伙伴，也感谢我的 Swiss Tech 团队，没有他们啊，这次 Swiss Tech 的线上创投大赛就不可能举办，特别是张立军、王晨、奥素瑶、陈楠和周丹妮在过去几周工作当中表现出色。请通过邮件和扫描我们的二维码与我们保持联系，了解更多关于 Venture Leaders， 就是刚才提到的In the Swiss Camps 这个创业营啊，我们在中国还有创业营相关的信息。我希望大家呢再次见到你们啊，也希望大家保重，注意安全，再见。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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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